刚刚买的两个乐高已经到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第一个，然后这是第二个。啊，不是父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嘛，所以说我就想着自己拼一个乐高送给我爸，然后上次母亲节也可以用这朵花来补上母亲节的礼物，因为妈妈不在身边，所以当时也就没有送什么实体的礼物。这段时间正好有空，我就准备自己动手拼两个礼物送给爸妈。好，现在刚收工，马上准备开始开箱多肉盆栽。我准备在两个小时之内把它开完，来拼完。拼出来的是啥？我也都没看出来。但其实感觉这个比那个，空间站好拼多了。第一个拼完了。历时一个小时，终于把盆栽给拼完了。虽然不知道它每个植物分别对应的是什么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拼的还是不错的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大功告成。其实大差不差了，但是这上面也没有写它到底是哪个植物，我只看得出来这个应该是一个仙人掌，然后仙人掌上面长了一个仙人花。其他的我还说实话真看不出来是啥，这个有点像开心果，开心果长在植物上的吗？是。行了，父亲节礼物大功告成。